即将在11月10日晚间7点在彰化演艺厅演出的《温柔的蜕变》音乐会，是慈生仁爱院院生第3年登台演出，在彰化市公所与永达保险经纪人公司通力合作下，顺利让弱势孩子们拥有一个展现自我成长的舞台，邀请乡亲们届时共襄盛举，给他们加油打气。这群慈生的院生，他们在这个舞台里面可以发挥，他们跟一般的孩子一样，他也可以跳舞，他可以唱歌，他可以跟人的所有的互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啊！他们也办到了，所以他们真的很赞。虽然孩子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自己的所想，他们用语言很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但是呢，他们从中因为他们的喜爱，那从中他们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那以至于呢他们的学习能力那还有他们的一些团体的规矩一些人际关系，就是说很显明的就是有进步，而且从他们快乐的眼神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真的是除了进步以外就是他们的快乐。温柔的蜕变音乐会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由慈生合唱团和彰化市立儿童合唱团共同演出，下半场则由彰化市立青少年管弦乐团演出动物狂欢节，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